好，叫他上车。好，经查本案为蔡姓男子等五人，因酒后言行失控，驾驶两部汽车，致被害人住宅，未经被害人同意，即进入被害人住宅，双方引发口角纠纷，造成现场物品毁损，多人受伤，警方将相关人员待案侦办，前案一侵入住宅毁损伤害恐吓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。好，本分局针对任何暴力滋事案件，绝对迅速立即处置，严正执法，绝不容许不法分子借故滋事危害治安，亦有室内案件发生必从严就办，绝不宽待。